鲁道夫啊，啊，他是国王，他跟他老婆很恩爱，可是结婚六年，生了三个女的都生不出男的。有一天，他跟那个圣母玛利亚祈祷说，可不可以让他生下男的？因为后面才有王子继承人。一天晚上睡觉睡到一半，耶稣啊在他耳朵说话：“啊，你哪去玛利亚斯凯蒂米的温泉水，你得包谁砸多给谁砸多。”他就很相信呢，托梦就去喝。果然过了不久，果然生出王子来。为了要感念，啊，为了要这个叫做还愿，所以就在鲁道夫喷泉。今天有几位过去看哦，里面的那个喷泉拱廊左边是不是有一个教堂？就盖了一个圣母玛利亚教堂。而圣母玛利亚，这结构叫玛利安，所以这个城市叫玛利亚斯凯啊。斯凯是阴性的啦 ，sky。我们昨天说的 ski， 啊 ，chesky kronov。
就占了三名了、啊、精英牌啊，乌拉块啊，乌拉块也是属于皮尔森啤酒厂。另外百威、啊、这三支啊，一次大战以前全世界五大销售量的啤酒啊，捷克就占了三支，所以它啤酒产量是全世界占了一半了，一半了啊。一次大战前啤酒技术还没有那么普遍啊，大概酿啤酒的国家是中欧这一带了啊，捷克是第一名，其实日耳曼地区的德国啊，其实丹麦啊，还有英伦三岛的英格兰、苏格兰这一带啊，爱尔兰，在亚洲几乎就不喝啤酒了。那是后来殖民地时代呢啊，德国人把啤酒介绍到亚洲国家啊，因为大麦、小麦属于温带或是大陆型气候的产物，欧洲大陆比较适合种植啊。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是白酒为主啊，所以也很少喝啤酒。那中国大陆里面青岛啤酒是因为德国人在啊，德国人啊，在八国联军时期占领了胶州湾，看上了青岛那个地方作为控制远东的一个港口，而为了当地驻守在青岛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士兵有啤酒可以喝，干脆直接自己在那边设立一个啤酒厂酿啤酒